们是来自中国长沙的 C Block， 为了一首新歌的创作，2018年夏天，我们三人决定分头踏上三段不同的旅程，前往陌生的远方，去接触不曾认识的人们，以 flow 会友，在真实的世界里寻找创作的灵感。谢了师傅。哎 ，What's up？ 这是 C Block， 我们为了创作一首歌。三个人会游历不同的地方，而现在我到了西藏，来到一个高海拔的地方，跟这边的野仔较量一下，看我的球技能够发挥成什么样。不敢想，不敢讲，我从来没有过胆子大，但枪匹马是高桥的斗过我，我不怕你中我寡。哦，三间球场，上面有高山下，但是可惜是今天下雨又没有球。深吸一口气，高原反应对我没有反应。哎，卡掉卡掉！找到了一个室内篮球场，过了没？已经开打了，已经开打了，屌的！喊唱，哎，兄弟们可以加一个吗？我们那边都是打五个球，这里打三个球，输一个做两个俯卧撑。高原反应有点来了，一口气堵住我。好球！但我间隙两分钟。最高纪录一打五，太累了，太真的打球真的太累了。你知道在球场上一定过去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东西拿出来，别人才会给你尊重。一开始那个兄弟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你不行。”哎，对，笑个面，两下。我忘了介绍了，我叫大嫂，对，真名盛宇，茂盛的盛宇，这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失败没？很失败。就我想说，今天晚上你来专场吧。专场，就差不多专场了。有 rap， 我弟弟是那个 rap。夜里秀，扎西的里秀，从哪里你把？待会儿不是我们那个嘻哈派对吗？我们这个地方成都第一个说唱派对吧？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，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对，这是成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黑帮活动，被我赶上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安排。这一阵子是我比较收的一阵子，之前因为可能工作需要我时刻释放，但突然一下你就觉得哇，我不想去面对这些东西了。哎，反正一言难尽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一趟能够解除我心里的一些东西。对的嘞啊，对的嘞啊，谢谢。这个酒精也上来了。哈哈，对对对。要我即兴开始，我不用踩着拍子，因为我即兴说唱先生，我天生会的差事。虽然有很多韵脚是老的，但没有关系，我是屌的，因为长沙哥们就是说搞就能搞的，坏的好的。过来，过去，无所谓。来，走了。不知道我的 flow 有多贵，上第一次，幸亏，高兴，不上，我看一下。等会儿，先介绍一个人。
今天的神秘来宾，来自湖南长沙的谢哥。听我说一些话，我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喜欢这个文化，但是这是第一次，我非常的感动能够参与这个仪式。我说了一段又一段，只希望面对少数民族的哥们在这里不留遗憾。我爱昌都这个地方，我能够感觉到信仰带给你们的力量和希望。我希望黑怕在这个地方会有走起来的迹象。我要 my amazing fucking noise for 台上的每一个人。尽管刚刚 freestyle 只有10%的水平 ，I don't care， 没关系，感觉到自由，感觉到快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Let me freestyle with you， 让我重新找回我的状态，我要扫除所有障碍，但我重新开始，回到那个时候，我食草又食肉，但我继续说不下去，但我希望下次在这里的时候，伴奏会被我驾驭。Get on。我的生活 fuck up， 我的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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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ck up， 我的生活。我那首歌写的就是昌都话，然后就把昌都一些元素啊、地方特点给写进去。我觉得这是很多 rapper 的第一步 ，CD 不会。我们这段时间的长沙话的歌也是这样子。对。就是起码让你身边的人能够感同身受你说的东西。对，这样开始是对的吧？你应该打球厉害一点，还是说唱厉害？你感觉自己？就是我小时候是，就是在做音乐之前，就是特长时间打球。其实你来对地方了，但是你去芒康的话，那边氛围更浓一点。那边有个峡谷，峡谷上面有座山，然后山上有座庙，然后庙里面有个篮球场。庙里面有个篮球场。对。那我要怎么去呢？那这个就得看你自己了。哎，师傅，请问有去芒康的吗？我现在想找一个车顺路去芒康，有没有？骗我们干什么？我搭车，我搭车，没有顺路的车。没有人顺路，去路上举个牌子，看有没有人正好顺路回芒康。就在这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哈斯的。芒康去吗？向我挥了挥手，芒康，等我。你顺路吗？可以载我一程吗？可以。是吧？可以顺路。牛逼，感谢。我高中没念完，念到高二。高二毕业之后我就出来了。我也差不多，我是大学就读了一年。大学读了一年，我们就。写了一首我们那边城市放映的歌曲，就上电视台了。年少成名当时是很爽的，但是，久而久之你回想的时候会觉得，有些东西可能来得太快了。其实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做成了。女孩子喜欢你，然后大家也喜欢你，然后你也赚到钱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好，但是你就是不开心。只是每个人都有压力，只是肯定的，有些人不愿意说而已。对。就是我觉得我这种压力很莫须有吧，就是那种，我是一种叫做双向情感障碍的那种问题，一下很狂躁，一下很荡，就是经历过的人知道那种痛苦吧。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是开心的时候太开心了，对，把它透支了。但是我今天跟你说出来一下，我觉得还好，好多了。对，我前面在车上还在一直在想。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，别人是拿不走的，也是你丢不掉的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盛宇，茂盛的盛，宇宙宇。怎么称呼你？你就叫我小王就行。
老子一抬手就摸得到天。本来是只想来高原挑战一下自己的球技，但正好碰到我一个比较困惑和低迷的时期。其实每天我都在努力的对抗自己压抑的情绪和解开自己内心的困扰。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一个开始吧。亲爱的，那你们经常在外面的话，那是不是精力会很少？一点点。现在在外面跑，心里有个人的感觉还是挺温暖的嘛。对对对对，这也很重要的吧。对，有时候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，感觉还是不一样。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，爱情太快餐，也对，其实也不是的，其实也是自己的问题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对，你碰到真的，你会觉得还有更真的。考虑一下结婚这个事情，我也考虑一下。因为每天都睡不好，每一天，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睡过八个小时了。在很多时候我的想法是很简单的那种，所以才会很开心。大家才会喜欢跟你一起玩，比较简单。但是这会儿我照顾不好自己的情绪了。其实本来快乐是很简单的，但你在获得这个简单快乐的同时，你顺便获得了其他的东西，结果你会更看重其他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原始的东西就会变得忽隐忽现。对，自己的救赎之路还得靠自己走完。就是内心要充满爱吧，要相信你自己是会摆脱这一切的。老板，谢了谢了。我觉得，就是感觉他是个很好的人啊，他一路会很照顾我的情绪，就是我说一些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对，反正我觉得，就是这种短短相识的人，反而会觉得是非常的真诚相对吧。早上7点钟，就是你要深呼吸啊，呼吸得很艰难，睡不好，真的想回家了吧？我操，就是我身上又过敏了。反正路上再休息一下吧，继续往芒康出发，复活自己。看过全是阴的天，走过全是泥的田，想要地球绕一圈，却困在人类动物园，赚了没必要的脸，花了没必要的钱。哎，你好，可以听懂汉语吗？怎么称呼？我叫洛斯拥挤，然后你可以叫我拥挤。那我发现这个村子里面好像会说汉语的，而且年轻人都已经很少。就大三大四的话，就寒暑假基本上不回来，就是工作去了，主要是不是赚钱？就年轻的时候出来一下，对吧？那我们是这么打招呼，男人是。总是要离开一下自己久待的地方，然后找到一个新的自己。哎，兄弟，哎，问一下，哎，请问这附近是一个喇嘛庙吗？搭了很多车，吹了很多风沙，脸上也过敏了，不过还好，追到了我的目的地。来，让我们出点汗吧。Let's go。Yeah, so fresh and clean.现在我们把装备全部换好，带到了喇嘛的球场。无论你多么不爽，你在运动之后，那个分泌多巴胺能够让你在那种不可抗的情绪下喘一口气。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口。
我都有点紧张了。上去的一个寺庙里面跟帮喇嘛兄弟一起打篮球，没有想过。对，从来没有想到会踏上这一段旅程。你必须一直向前，一路上碰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感谢他们，那种感觉反正是挺不可思议的。那一段歌词已经在我心里了，对，我心里有数。现在有点想念小胖和刘聪，不知道他们会在路上碰到什么样的人。See Bright in the house. It's your boy Damn Sean. Yeah, I'm different. Yeah, I'm different. 我喜欢这种沙漠里没有声音的感觉，你会思考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，宇宙啊，或者是整个的。我要升仙了。